九，快追用532次车票的旅客，请到广场三区。中国春节，随着中国传统假期的临近，这个星球上每年规模最大的人口迁徙即将开始。40天的时间内，将会发生30多亿人次的人口流动，相当于要把这个星球近一半的人口都运输一次。这是对一个国家交通运输能力最为严苛的终极考验。一度人山人海的广州火车站成了中国最有代表性的春运符号。或许这样的景象在未来将会消失，一个新的解决方案让这一切正在迅速发生改观。与运营普速列车的广州站不同，17公里外的广州南站，这里运营的全部是高速列车。八站台，报告上一班长，8958的列车上西屋，早点5分钟。广州南站调度中心，值班调度员董小林紧张地盯着显示发车密度的显示屏。8:20到8:30，仅10分钟内，这个车站进出15列高速列车，人流量达到6400人，一天的峰值流量超过28万人。这一切源于高铁列车更快的速度、更高的效率和更大规模的运营。广州只是中国庞大高铁网络的一个缩影，这样的情况在中国通达高铁的100多个城市都能看到。高铁已经成为客运的绝对主力，已占铁路总量1/6的里程，承担了超过60%的运量。旧有的普速铁路正在迅速地被高速铁路系统所取代，拥挤和等待已经日渐消失。每天清晨，上百辆的大巴会把近1万名的工人运送到中国东部城市青岛郊区的这个巨型工厂里。这里是世界上最大的高速列车制造基地，中国近一半的高速列车在此被设计和制造出来。以此为中心的10平方公里范围内，有200多家工厂为这里供应近40000个零部件。车头焊接是整车制造最为关键的环节之一。72块特种铝合金板材被无缝焊接在一起，自动焊接机器人以平均每分钟70厘米的速度向前推进。一列高铁机车的8节车厢全部焊接长度达到18.4公里，它们绝大多数都由自动机器人来完成，最大程度地保证了焊接的精度。转向架的生产工艺是车辆生产中的另一个核心机密，它的生产品质直接影响了高速机车的行车安全。特别是它的核心部件车轴的生产，空心车轴被精准的加工，精度误差被严格的控制在了0.1毫米以下。在177万平米的厂区内，32个车间每天都在高速运行。这个庞大的工厂每4天就可以为中国的高速网络提供3列全新的高铁机车。这种新型列车曾跑出了486公里的时速，这是迄今为止在正式运营线路上跑出的世界最高速度。
可以，这个图形已经设计差不多了啊。整体钢凳没做好的时候，要大量的要用这个质量来弥补，所以呢。丁三三是这款高速列车的设计师，现在他也是这个巨型工厂的副总工程师。空气动力学过去一直是飞机和火箭设计师最为关心的领域，现在他也成为了丁三三和他的设计团队时时刻刻思考的问题。在设计的过程当中，我们首先要解决的就是气动的问题。像这个高速列车，那么到300公里、350公里的时候呢，列车的阻力那80%-90%都已经是由于气动问题产生的。时速380公里，相当于飞机低速巡航的速度，而与飞机相比，高速列车还要面对地面气流的扰动，两车交汇时车体的激荡，以及车体通过隧道时气流的剧烈变化。也就是说，这是个在地面飞行的机舱，但它所面对的环境比天空要更为复杂。丁三三团队设计的车体已经是世界上具有最佳气动性能的车体之一，然而他们决定继续挑战自己，找到更加优化的车头设计方案。利用最先进的计算机虚拟技术，他们计算出几种理论上最佳的车头优化方案。然而前期设计的理论模型是否真正可行，一切要等待一个至关重要的实验来给出结论。2000公里外的中国西南腹地，这里拥有一个全球顶级的风洞群，包括最尖端的火箭、飞机，几乎所有和空气动力学相关的顶级产品都会在这里验证他们设计的成败。而今天要接受考验的是丁三三团队带来的新的高速车头，他们需要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实验。按照1:8实际比例缩小的高速列车测试模型被小心翼翼地吊装进来，他们希望这次的风洞试验使得列车的气动阻力再减小6%。可以了，好，头揣动一下，397。好，画出车。陈大伟博士，丁三三的得力助手，只有30多岁的他，已经进入了行业的顶级研究团队。好啊，好啊。伴随着中国高铁的迅猛发展，今天的中国拥有了全球同领域中最为年轻和富有活力的团队资源。安装结束后的模拟测试数据让他们有点沮丧。数据结果和理论值差异较大，他们需要马上找到产生这个结果的原因。这将是一个漫长的排查过程，今夜又是一个不眠之夜。问题似乎找到了，18小时后，测试准备正式开始。速度，世界最高486.1的速度。对。你看这次的话，这个震动还是幅度还是比较小的，比以前好多了。是。最终的测试数据令人满意，优化后的列车不仅气动阻力减少了6%，
其他的关键性能指标也更加优异。因为这次实验基本上还是比较成功的。对。未来经过空气动力学优化的车体结构会被设计和制造出来，它会具有更高的强度、更光滑的车身和更好的气密性能。这些数据在这个星球上可以骄傲地排在同类的前列。去年，这个巨型工厂生产了200列以上的新型高速列车，他们将助力中国编织一个更加庞大的高铁网络。